牧师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欢迎大家回到主的殿上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一同来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有这么福气回到你，虽然没在殿上来敬拜赞美你，但主你早早准备有网上来给我们敬拜你。是的，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疫情全世界都是，所以我感谢主，你的话语每一日都与我们同在，每一个星期我们有主你的蒙福可以在这个网上来敬拜赞美你。今天的信息由我们的夏玉全弟兄所讲，求主你加起智慧聪明所讲的话语给我们，不要惧怕，只要相信主。主啊，我们将一切都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要歌颂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啊，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循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实体聚会暂停的这段时间，我们有几耐没开口唱诗赞美我们的神呢？无论你的回应是有或者是没有，这个时候就邀请你一起放声来宣告，神是配得我们来敬拜和赞美。赐下你恩光，照亮我心房，不会再惊慌，为你奔走飘远方。那惧怕奔波靠在你身旁，竟为我担当，让我罪里得释放。凡失丧的呼喊的你都亲手抚摸，若不朽的温暖的真爱了知痛楚。主你当得敬拜赞美，你恩典覆盖这地，众枪和刹那歌声全为你起，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你关心亲切细腻，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这地，纵穿破刹那。
工作逐渐回到当初的忙碌，翻学的也重新回到校园，生活的新常态也逐渐在适应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环境点变，唯一不变是神承诺对你的爱。
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来认信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即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受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末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今日的正道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到五十八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扭坏的，不能承受不扭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时都要睡觉，那时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不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常所记死彼得性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性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必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第二段经文是取自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权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权度人，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久都不见面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新冠肺炎呢，整到整个世界都全个世界都粒粒乱我们的教会呢都要停了这个实体的敬拜，已经有成差不多四个月几，差不多将近五个月的了。我们真的很渴望神掌管一切之下呢，将这个新冠肺炎呢完全的得着控制，使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能够按照他们的时日、他们的时间来到一起来到敬拜我们的主。当我们失去开这个敬拜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觉得我们真的很可惜。之前的日子我们很自由的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地来到敬拜我们的神。真是今天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来到分享神的话语的标题呢，就是我们信徒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生活当中的内省。什么叫内省呢？其实这个内省的意思就是个自我检讨的意思啦。我就可以分了去三方面、三个心来到给我们一个内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态 mentality。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有网上的敬拜，我们在家中，我们不需要来到教会，我们就可以觉得很方便的嘛。甚至乎呢，我们的衣着呢，我们都很随便在家中。或者有些人都很虔诚的，很谨慎的，按照这个时间，我们教会九点钟的这个的敬拜，他就很守候的时间，就做不会说出街那么得体都好，有整理的衣服来到等着这一段的时间，来到一起来到敬拜我们的神，这是很好的。或者有些人呢，他们就很随便，就好像做家庭的细务的时候呢，他们一起一路做一路来听神的话语。甚至乎有些人呢是怎么样呢，就是一路吃早餐一路来到听神的话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床上刚刚起身都没洗面，还在摊在个床那里来到听这个神的话语，来到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知道圣经跟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以心灵诚实来到敬拜他。我们不要那么随便来到说我们已经是很虔诚的了，我用心来敬拜我们的神的了。我不需要怎样的态度，我吃着个早餐我都是敬拜着我的神嘛。这些小弟呢就不会跟你来到做一个的拗叫了。总之我就给一个思想，一个事情给大家来到思想。当我们去见一个高官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要着得市正一点？你敢见一个高官吃着你的东西进去见他没有呢？这个是由我们自己本身来做一个的定夺了。所以我们敬拜我们的创造宇宙的真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一个很谨慎、战战兢兢、态度很严肃这样的心理来到敬拜我们的神呢？所以这个第一个心态呢，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反省一下。因为我们太耐没来聚会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衣着，甚至乎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很放松，甚至乎呢在家中跟我们家人聊天，我们听到究竟我们这样做这样的态度对不对的呢？所以值得我们来到思考的这个问题的，让神来到真的帮助我们来到修理一下我们这种的态度，让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来到怎样的态度。因为我们家中，我们又大又小又老又乱，如果家中有那些非信徒的话，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好的话，正所谓的听着道又吃着东西又走来走去这样，给我们的家中那些非信徒的成员或者我们的小哥看到的时候又样学样，这样我们的所敬拜的神在他们的心中的地位是在哪里呢？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好好地来到思考的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心机，我们的 mentality， 我们的心机是怎样。我知道新冠肺炎在这个的所谓的这个新常态当中，使到我们呢就换晒我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换晒，好像说我们去出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三样东西，我们要戴口罩啦，又勤洗手啦，又要保持这个社区的距离，这些 本身是好的。但是久而久之呢，使到它影响到我们很多了。做学生的，我们太耐没翻学了，我们家长会担心学生 的学业，或者要将要面对考试的，我们有这么久的时间我们没去上学了，我们没上学的时候我们怎样好呢？
或者我哋在我哋做工嘅白领嘅，或者系蓝领嘅，有啲甚至乎咧系手停口停嘅，有啲系做生意、小生意、大生意，小生意嘅就影响到好犀利啦。所以多多少少咧，使到我哋咧就好担心，担心细路仔佢哋学业点嘅样，担心我哋养家嗰个收入点嘅样啊，当中我相信都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嘅生意就冇咩就受到影响嘅，我哋都感谢我哋嘅神。但系我哋受到呢啲咁嘅影响嘅时候咧，使到我哋都十分嘅嚟到担心。弟兄姊妹，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嗰度讲得好清楚，佢好安慰我哋。叫我哋冇忧虑一切，嗱呢个系好难做嘅。正所谓啊，针唔吉到肉都唔会痛啦，吓觉得好。所以我哋面对呢个问题嘅时候，仍然神嘅话语能够安慰我哋，叫我哋咧能够冇嚟到啊为着呢啲事情咧嚟到担心，让我哋都能够有一个心机好好地嚟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所需要的来到更加的依靠我们的主，求神来到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又要顾着我们的工作，顾着我们的家，又顾着我们的小孩子，同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要上班。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时候呢，说我们工作又要扣人工啊，又要再扣薪水啊，又做这样做那样的时候呢，使到我们都觉得很麻烦，也都使到我们很没这样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做起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一切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啊，就没什么的心机， no scheming。我哋所讲嘅就系我哋冇一个好好啲嘅安排，因为冇心嚟到做，唔怪得大家，因为我哋面对咗呢个好大嘅问题，点样嚟到全心全意嚟到侍奉神呢？吓，好多时候我哋大家睇一睇，翻去呢个该隐同亚伯，点解该隐佢所獻上的只是啲蔬菜蔬果嚇。阿伯咧係養牧羊嘅，佢養到嘅嘢咧嚟到奉獻俾我哋嘅神，我哋嘅上帝。點解上帝唔看重呢個嘅該隱嘅咧？我就係睇佢嘅心機嘅問題啦。我深信神不是说这个该隐他献上那些是植物那些蔬果，神呢就不喜欢那个这个亚伯呢，他献上开的就是那些动物那些羊。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有很特别的详细的羊，被他这个亚伯所献上的是头生的，就加上嗰啲羊嘅羔羊啊，嗰啲羊羔啊，咁啊嚟献俾我哋嘅神，我哋嘅神嘅。嗱，嗰个该隐咧，圣经所描述嘅咧就系攞一些就献上去，嗱攞一些咧就系冇咩心机噶啦吓。我猜想咧就系佢哋可能洗啊随便嘅洗，咁样就如果冇一啲泥土咁样样就献俾我哋嘅上帝，所以神就唔接纳开呢个该隐嘅。个人的这个所献上的。弟兄姊妹，心机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新常态的这个环境当中，叫我们基督徒来到继续的来到依靠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我们经济上又面对了这个难题的时候，或者我们又面对着很多额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辛苦。但是我们让我们来到依靠我们的主，依靠我们的神。我们的诗人大卫，他在诗篇三十七篇那里
嚟到安慰到，嚟到俾我哋一个个好肯定嘅一个诗词。呢、这个大卫佢自己本身就系咁样讲啊，诗篇37篇25到26节嗰度咁样讲俾人听嘅。佢话我从年幼嘅时候到家阵年老啊，我未见过一个异人啊，系讨饭嘅。佢呢个人咧，呢、这个异人咧，佢能够咧嚟到好大方嘅嚟到借俾人啊，甚至乎咁佢哋嘅后代啦，异人嘅后代咧都得着呢个嘅福气啊！弟兄姊妹，我哋在呢个嘅新常态嘅呢个环境之下，我哋真系唔知道仲有几耐嘅时间，我哋所面对嘅问题，我哋都会继续嘅嚟到要面对，老老实实。现现实实的来到要面对，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求神来到怜悯我们，求神真的帮助我们，使到我们所要的，我们有神的话语来到托付我们，帮助我们，来到支持我们，使到我们都能够晓得，能够在艰难的日子当中，来到更加的来到依靠我们的主。容易吗？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需要这个，在这个新常态的时候呢，继续坚持。弟兄姊妹，我们要继续来到坚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到见证我们的主，来到见证我们的神。我们继续下去呢，就看到第三点，第一个心呢，就是我们的心愿。我哋都好知道啦，吓，点解你信主呢？我哋信开主之后咧，我哋都得着呢个永生。咩叫永生呢？我哋点样嚟得着呢个永生啊？永生系咩嘢呢？弟兄姊妹，我哋觉得我哋对圣经嘅认识到咩嘢程度呢？我哋系唔系？有这个机会来到认识圣经、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放弃开这个机会呢？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年老的弟兄姊妹，他们呢在这个身体上有健康的问题，他们信主，但是他们很热心的、用心的来到继续来到参加我们的敬拜，就是之前的日子。咁样我哋识字识物嘅弟兄姊妹，我哋究竟有唔有一个心愿嚟到更加嚟到认识我哋嘅上帝？我哋有唔有嚟到追求我哋属灵生命嘅长进？弟兄姊妹，我哋知道约翰福音3:16，边个都可以背到滚瓜烂熟噶啦，但系我哋能够。是否能够继续的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更加透彻的追求更加的认识？刚才我们的主席为我们来读出开这个的提多书，提多书2:11-13那里有讲到一个有福的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有福的盼望是什么来的呢？这个有福的盼望，我就是说到我们就是被提的意思。基督徒被提。什么叫做被提呢？耶稣基督有提过被提这件事情没有呢？有的，他有暗示过的。在约翰福音11:25-26那里，耶稣跟我们讲到，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圣经继续跟我们这样讲，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姊妹，听好一点，凡活
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是讲什么呢？很多的解经家这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被提了。你活着的时候就被提，就必永远不死，肉体没有死到，这样我们的灵命也灵魂也都没有死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给我们的暗示了。第二次耶稣基督给我们暗示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到三节那里，耶稣基督就很安慰那些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有很多住处，我是要为你们预备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等等等等，大家都知道的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个也都是给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基督徒历代的基督徒之前的就没了，但是到我们家阵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呢，有一件事情将会发生的就是被提了。这个被提呢是没有一种的所谓的之前所发生的事正会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被提，然之后呢我们就跟着有七年的大灾难。那七年的大灾难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荣耀的降临。弟兄姊妹，这个被提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到五十八节亦都有讲到，保罗已经讲咗啦。嗱，保罗呢，佢在呢个帖撒罗尼加前书及后书嗰度咧，佢都好注重佢嚟到讲解呢个被提嘅次序噶。弟兄姊妹，我哋做一个基督徒，我哋所盼望嘅系咩嘢呢？就系、是、要盼望神嘅呢个嘅天家，这个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盼望的，应该要得到的。嗱，保罗写这个的帖撒罗尼加前后书的时候呢，是主后大概五十几年咁长嘅时间。他就写帖撒罗尼加的前书呢，是他去到帖撒罗尼加城的时候是三个礼拜而已。然之后呢，就佢又离开咗，被邀请离开。六个月之后呢，佢就到返嚟呢个帖撒罗尼加嘅时间。佢就讲到好注重，保罗真好注重㗎啦。所以我哋呢个有福的盼望，就係我哋要得着嘅一个。好多时候我哋信主，我哋信耶稣，只是要到好像我们一般人的要的福气一样样。什么叫一般人的福气呢？就是我要得着子孙满堂，生意兴隆，健健康康，慈父子孝，婚姻美满等等等。这些不是错的，这些不是错的，但是上帝又教导我们，圣经又教导我们，当我们做一个义人的时候，神的祝福是一定会存在的，一定会拿到的。但是我们不是 prosperity gospel， 不是说我们这个财富的一种的福音，我们只求这些而已，我们信耶稣就为了这些而已。是如果我们的次序放错去，就是大错特错。我们的次序就是我们要得着这个的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要得着这个永生与主同在，在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呢，做一个基督徒呢的确不容易的，我们侍奉主的确不容易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也都是好像非基督徒一样会生病，甚至乎呢是严重的病，我们都可以看到弟兄姊妹都会患上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着工作的问题，好像我这个就是讲这个新常态的这个的时期当中，我们都是一般人这样都会面对很多的问题的。但是我们好不好，我们会不会来到因为这件事这样呢，这种态度这个情形呢，使到我们失开去那种的信心呢？我们不应该，我们要继续来到倚靠主。保罗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受困，心里作难却不会失望，被逼迫又不被丢弃，打倒了又不至于死。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同感的，我们这种的逼迫啊，这些这样的心理作难啊，这些这样的事不一定好像保罗他们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所以面对着的肉体上那种的被人来到打，被人来到除，被人来到鞭这种的痛苦啊。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太过舒适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上的重担压倒我们，这些这样就是逼迫，或者感情上的生活又有一些问题使到我们失去了这个信心。但是呢，保罗劝勉我们都是要继续来到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的新常态的这个的时期当中，经过这个的反省，经过我们的自我的检讨，我对神，我敬拜神的态度是如何的呢？我们对我们的侍奉神，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如意而大打折扣呢？很多时候都会，但是我们来到再一次来到坚持，求神来到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呢，再有不有，再一次有一个好好的心愿，就是我们的 vision， 我们讲我们的心愿我信主呢，我不是停留在这个信耶稣得永生，神信在主我们得着永生，就这样就放就停止在那里，不追求了，不应该这样啊。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得体的基督徒，尽责任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应该要继续的来到依靠我们的神，尤其是在这个的新冠肺炎这个环境之下，我们要继续的来到奔跑这个天国的道路。最后呢，我有意用一首的诗，就是这个清朝一个大画家叫做郑板桥，他是很笨拙画画的，尤其是画竹呢，他画得很漂亮很生动的，他又画出 一幅很美丽的这个竹林，他就将这个呢就写成石竹，他的主题就是，他诗是这样的，他说傲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你东西南北风。这个是讲什么呢？很简单很浅白一个诗词，它是 定了一个目标，我们讲赞美这个竹树，这个竹立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就向着这个青山来到，在他有一个目标，我要向上爬上去，然之后立下这个根基在这个破岩中，那些石瓦那里一路捐一路捐，那些根这样捐下去，然之后呢，他有开这个上有开这个下的时候呢，千磨万击还坚劲，就是说我无论怎样的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
佢仍然一个嘅心智，我继续嚟到生长啊！任你东西南北风，系讲到咩嘢咧？我唔理你呢个风系风向系点个样嘅，我都一定能够撑住嘅，一定能够顶住啊！弟兄姊妹，我哋做咗基督徒咁耐，我哋嘅生命又上上落落。但是呢总的来呢我们应该是上上落来一路上落去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的。盼望今天小弟和大家来到分享的在这个的新常态的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呢真的要时常来到作出这个的反省作出一个内省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敬拜神的心态是怎样的。第二，我哋面对问题都好，我哋嘅心机系点嘅样嘅？讲好容易，做好难，但系我哋要继续嚟到依靠我哋嘅神嚟到做呢一点，我哋要向上嚟到爬，嚟到做得更加好。第三点系最重要嘅，就系我哋做一个基督徒信主嘅人，冇满足于信开主就得噶啦。得个永生就得噶啦，其他圣经嘅咩嘢，所有嘅知识，圣经嘅所谓嘅属灵生命长进唔重要嘅，呢留翻俾嗰啲响教会做工嘅有侍奉嗰啲弟兄姊妹做就得噶啦，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得噶啦，呢个嘅态度系唔啱嘅，让我哋都好好地有一个心愿嚟到更加亲近主，让我哋都能够盼望，我哋都得着呢个嘅。鼻涕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鼻涕已经是很靠近的了。之前我们知道保罗在千几二千年就差不多二千几年的时候他们讲起这个鼻涕啊，到家阵都未发生但是呢已经是很靠近的了已经是很相近的了。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的鼻涕呢是没有迹象的。耶稣基督讲成日跟我们讲到啊我们看这个无花果树呢 有发年呢我们知道夏天近了啊这样讲说话。这个是讲这个七年的大灾难的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这个鼻涕呢就给我们看到听日就鼻涕没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最紧要就是拿紧呢个嘅圣经嘅教导、圣经嘅提示，准备我哋自己好好地嚟到爱我哋嘅主，好好地嚟到教导我哋下一代、我哋嘅细佬哥、我哋嘅家人，好好地嚟在神嘅家当中、我哋教会当中，大家弟兄姊妹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嘅嚟到一同令到侍奉我哋嘅主。直等到我哋鼻涕，直等到我哋嘅主嘅降临。好啦，请大家嚟到做一个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哋满心系嚟到感谢赞美主你，孩子感谢你俾我呢个机会，经过去半年嘅时间又多，又有机会同大家弟兄姊妹在网上嘅分享。主啊，讲得不足的求神你的圣灵来到感动。主啊，求神你来到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我们觉得主你就是我们的爱我们的主爱世人的主，我们怎样的态度对你都得的。主啊，这个是我们的弱点，求天父来赦免，帮助我们都能够以这个爱我们的主一种的好好地的态度来到爱我们的神。主啊，求神来到帮助带领我们，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个肆虐得这么犀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外面的非信徒也都面对很多的问题。主，我祈求神你来到帮助带领我们，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日子当中都能够找出时间来到调整我们爱主你的心，帮助我们都有一个好好的心机，能够爱主你，来到侍奉主你。主，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要盼望着这个的盼望，就是我们这个鼻涕，我们在我们的
正在等着被提的时候，让我们活泼的灵来到侍奉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很多时候我们会跌亲，但求神你来到扶持我们，因为你主你爱我们，主你来到包容我们，但求神你来到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主恩堂众弟兄姊妹都能够继续的来到奔跑天国的道路。我们再次将我们每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来到摆在你面前，求天父来到教导，求天父来到医治我们，使到我们一个得着这个活泼的灵，再次挺起我们的发酸的腿，来到为主你来到作见证。我感谢你，祈祷这样交托奉我主耶稣尊贵圣名，阿们。主内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上平安。再次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网上来到亲近我们的上帝，敬拜我们的上帝。这个时候有几项的报告，头一项就是请弟兄姊妹来到代祷的，就是我们教会已经确定了会开工来到去进行这个装修的工程，因此我们的这个的实体的崇拜，我们在下个星期也都会恢复，但是呢地点不是我们的正堂，我们会用楼上的副堂，即是平时我们茶点的那个地方，来到进行我们的实体的崇拜。那么因为受到这个 SOP 的限制，所以呢我们会分成两组的弟兄姊妹轮流来到进行这个崇拜的，即是说8月16号是 A 组的弟兄姊妹来崇拜，那么再多个主日就是轮到 B 组，如此的轮流来到进行。咁由於我哋嘅呢一個空間有限啦，所以咧我哋採取呢一個報名嘅方式係先報名先得。咁如果講嗰個主日係輪到你嗰一組嘅弟兄姊妹可以嚟崇拜嘅話，請你向你嘅組長嚟到去報名。咁最遲係響星期三啦，最遲響星期三你就要向你嘅組長嚟到報名嘅。咁呢一個嘅報名的名單，我們會在每個星期六的早上來到去發送給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一看，如果你已經報名了，你的名字也是被記錄在這個名單上面的話，這樣來臨的主日我們就會有預留這個位置來到去給你，來到去回來教會來到去敬拜的。這樣請弟兄姊妹來到注意這個事情。這樣至於我們網上的崇拜，因為我們顧念到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未能够来到去回到教会来到敬拜，所以呢我们在恢复实体崇拜的这个过程和装修还进行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网上的崇拜我们暂时会是用这个昆仑喇叭堂的这个的聚会的网上的聚会这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的这个连接，我们是会在每个星期六早上透过小组的方式也都是会发送给弟兄姊妹，所以说如果暂时你是未方便可以回到来参加教会的实体崇拜，都鼓励你继续用网上崇拜的方式来到去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么至于我们教会的这个报告，我们也都会透过组长来到去每个星期发送给大家，咁样让大家可以继续嘅嚟到去知道我哋教会进行紧嘅呢个嘅事工嘅进展。咁样呢一个系第一个嘅报告。仲有就系要补充啊，咁样呢一个可以嚟参加实体崇拜嘅弟兄姊妹啊，呢一个嘅年龄咧系冇限制嘅，冇限制嘅。不过如果讲你嘅本身嘅儿女系12岁以下，年纪太细或者系70岁以上。可能你是有一些病痛的，身体不是很舒服的，那么我们暂时都是不鼓励他们来，那么但是如果你们的身体将70岁以上，身体是 OK 的，是没问题的，健康的，你要来都欢迎啦。那么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也都要请大家注意几项的事情啦，就是记得要戴你们自己的 mask， 这个面罩这个口罩要戴啦。那么来到门口的时候，你可以用 QR code 的这个方式来到去 scan 留低你的个人资料，或者说如果你是没有手提电话，没有手提电话的这个 QR code 的话，
你就可以用手寫的方式留下你的這個個人的資料，你的姓名和你的聯絡號碼。OK， 咁樣仲有就係、入到嚟，我哋就要揾一個位置坐低我哋已經編排好咗，排好咗呢個坐位噶啦。咁樣你入到嚟聚會所之後你可以揾一個位，你坐低之後就請大家合作，唔好走嚟走去啦嚇。咁、樣當呢一個崇拜結束咗之後，亦都請大家有秩序，一個跟一個咁保持社交嘅呢一個嘅距離離開呢一個嘅嘅聚會所希望大家嚟到去合作，嚟到去注意。我哋盼望呢一個嘅疫情可以早日過去之後，我哋教會可以再次恢復全面嘅呢一個嘅聚會，讓所有人都可以同一時間一齊嚟。我哋在禱告中繼續嘅嚟到去紀念。咁我第二項嘅報告就係、是、有關呢一個年會嘅承擔款咁樣年會承擔係我哋教會每一個嘅會友都應當要盡嘅一個嘅責任啦、因為呢個年會承擔我哋係收集咗之後會交上去俾年會作為支持年會嘅事工嘅用途嘅。咁樣年會承擔款過去係$55一年噶。咁樣因為今年年會顧及到體恤我哋教會嘅而家嘅經濟嘅情況啦，所以咧就有呢一個嘅折扣就係會扣20%先啦嚇即係今年我哋要俾嘅年會承擔款只係$44但係如果弟兄姊妹你係有呢個嘅感動你想要照原價俾翻$55嘅話都可以。總之我哋收到幾多嘅年會承擔款，我哋就會全數都係交上去俾呢一個嘅年會嘅。咁至於嗰啲已經係交咗年會承擔嘅弟兄姊妹即係講可能今年上半年嘅時候你已經交咗年會承擔嘅咁樣呢一個嘅回扣，如果你係想要攞翻呢一個嘅$11嘅回扣嘅話我哋會放喺明年嚟到去回扣即係講如果你今年上半年已經交咗年會承擔，咁樣明年你交嘅費用咧就係$44。但是如果你说没问题了我不需要了，我照样是给这个年会的话那明年的时候你就一样可以用$55的这个数目来去交年会承担。OK， 那么这个是第二项的报告。那么最后我们就会来到收一个奉献我们依然嘅會按照過去嘅呢一個嘅方式嚟到去收取呢個奉獻，就係弟兄姊妹，你可以將你嘅奉獻收落一個嘅信封度咁樣到恢復實體崇拜嘅時候，你先正交上嚟或者你可以用網上轉帳嘅方式嚟到去做呢一個嘅奉獻但係記得你要將呢一個嘅轉帳嘅收條嚟到去發送俾我哋教會嘅財政或者係電郵到教會因為我們方便要開這個收條這個時候我們就同心來去做這個奉獻。但比起你的十架路，我今天算什么？来起身再走过，遇着痛苦，你亦经过世间苦与乐，你的救赎爱海，我得胜获释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过每天。你体恤我的软弱，明白我亲身处境。无论遇着困苦忧愁，你亦会在我身边。你兴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对挑战。
着痛苦，你亦经过世间苦与乐，你的救赎爱海，我得胜获释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过每天，你体恤我的软弱，明白我亲身处境，无论遇着困苦忧愁，你亦会在我身边，你兴起我的生命，我更得到信心面对挑战。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心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全能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带领，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Oh.